上火了就不能了，因为我们讲那个感冒是要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的。哎，风寒感冒你就用这个方法，风热感冒呢，我们下面还有其他的方法。对，但是我要给大家强调一个啊，风寒感冒是占感冒的绝大多数情况的。哦，风热感冒，就是说我们说的着凉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风热感冒的情况是比较少的，并且大多数的风热感冒是由风寒感冒转化的，所以在感冒初期的时候，假如你搞不清楚，你就当风寒感冒来治。嗯，那我再告诉大家呢两个小窍门、嗯、你怎么区分这个风寒和风热。 嗯第一个就是你看你的嗓子疼不疼，嗓子不疼那就是风寒，尤其是如果你觉得嗓子还痒那绝对是风寒。啊、哦、嗓子疼呢那就是风热，有点上火的那种感觉是吗？是的。啊、哦、第二个假如你咳嗽还有痰呢，你看一下你吐出来的痰是黄还是白，黄的呢那就是风热，白的就是风寒。哦，